螃蟹必须让家里做厨师的大哥刘全生来料理，可没想到他却先给我派了一个任务，拆蟹。不行，这个这么拆蟹啊，我总有一种想吃的欲望。香葱去腥提鲜，荸荠增加口感，五花肉富含汁香，海蛎煎中没有出现的鸡蛋却成为烹制这道菜的配料。如此丰富的搭配使我有了疑问，难道这是要做馅儿包包子吗？刘大哥把搅拌好的食材倒入锅中，瞬间鸡蛋的香味裹挟着蟹肉的鲜味喷薄而出。鸡蛋、蟹肉加上荸荠、葱段，黄白相间，这道菜的名字叫桂花蟹。既是因为桂花飘香，螃蟹肥美，也是因为炒出的菜形似桂花。尝尝看，怎么样？好幸福啊！好幸福。我觉得这个菜的幸福有两个因素，一个是之前吃过很多螃蟹的菜肴，但是从来没有一种螃蟹的菜肴是把五花肉跟螃蟹结合到一起的，就是这个五花肉加到这个螃蟹的菜肴里边当中，会让那个螃蟹原有的那种鲜甜加了一种浓郁的肉香进去。对，啊，当然最重要的因素其实都不是这些，最重要的因素是吃螃蟹菜的时候你不需要剥壳，一口下去满满的蟹肉，那种满足感只能用幸福来形容了。